保安局已经定性今次的事件为恐怖袭击，已经有一批雇佣兵来了香港。今次呢几个杀手的身手，仲见过杀夫案的雇佣兵。破解呢堆加密信息是唯一可以阻止呢场恐袭的方法。而家怀疑你同一宗恐怖活动有关。今次的事件相信是由龙鹰社在幕后操纵，谁犯法就拉谁。我都未惊过啊！棒！本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悲剧。救命啊！就嚟放监至嚟屠狱，佢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。你讲大话！你怀疑我哋屋企嘅内鬼？有时正同邪，好与坏，中间仲有好多灰色地带嘅。我哋唔应该做朋友。以后唔好再同我提结婚两个字啊！你真系唔多掂。生物嘅本性就会尽全力去逃避曾经受过嘅伤害。呢啲通通都系基因要控制我哋嘅把戏。我好爱我老婆啊！我要见佢噶。老公啊！你终于嚟啦！我要报仇！我要全世界陪葬！全部人即刻离开呢度！逆天奇案二。